我们加两勺的纯牛奶，再加一勺的开水，一定要开水啊，这样子就变成温牛奶了呀。然后再加一勺的海藻，可以加一粒，维生素 E 也可以加两粒三粒啊，这个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情况去搭配的。然后用手这样子把它抓匀，让每一颗海藻呢可以充分的吸收这个牛奶跟水分，这样子搅拌，可以这样子摊一个面，千万不要折叠啊，折叠的话你就摊不好了啊，就摊不平了，就变成一坨一坨的了。这样按压一下，让它充分的吸收，我吸收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手上，然后这样子摊平。不好的话也可以找一个这种面膜盒放在上面，然后给它铺成脸大小，摊平之后然后直接这样子敷在脸上，要轻一点拉，然后再抠住眼睛，抠洞的时候呢力不要那么大，抠得太大呢就不太好敷，这样子抠出眼睛整理一下，然后再抠出鼻子，再抠出嘴巴，然后可以盖上一个保鲜面膜，它主要是可以给皮肤增温哈，增加这个面膜的一个吸收效果，贴式面膜也可以这样用啊。敷15分钟之后呢可以把它撕下来，皮肤呢吸收效果特别好。你们也可以就是洗完脸之后可以用爽肤水先打开毛孔再敷，这样子吸收效果会更好哦，特别好用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